以为可以逃走吗？
就做个了结吧。请让开！这里由我压制了。江东的乡巴佬来了呀，看我这就把你们剁成肉片。这里有那一带吗？年轻人站开，请站开。
人眼前一亮，敌军简直像被炸飞了一样。啊！请让开！孙坚和他的手下真是可恶之至，赶紧撤退，看情况吧。敌将皇族已经落荒而逃，背向着襄阳进军了。看来保护住了应该保护的目标呀。真是有前途的人才啊。